子胀气好难受哦。你也有饭后胀气问题吗？可能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一个是你自己把那个气吞进去的，那你吃东西吃太快，吃东西的时候讲话。第二个是这食物本身会产气哈，比如说你吃花椰菜、喝牛奶、吃地瓜、豆类食品，这些都很会产气。除了注意上述重点外，医师也表示，透过运动也可以帮助肠胃蠕动好一些哦。本次请专业瑜伽老师示范简单两招，教你促进肠胃蠕动的动作。膝盖并拢，并坐在脚跟上，双手四指握住大拇指握拳，将拳头放在肚脐两侧，深呼吸，挺胸，背拉长。吐气时，身体慢慢向前倾，额头贴地，手臂放松。借助拳头按压腹腔，就可以帮助肠胃蠕动。平躺后，双手抱膝，深呼吸，用腹部力量将上半身抬起，并且让鼻尖靠近膝盖，一样停留5到6个呼吸。在用腹部核心力量同时，就可以帮助刺激肠胃蠕动，消除胀气哦。东西温昨晚会放屁哦，报道哦。